今年第十六号台风三巴已经在10月18日形成了。香港天文台按照现时的预测路径，台风三巴对本港的直接威胁不大。未来九日，本港将会迎来骤雨和降温，而受到台风三巴为环流和冷空气的共同影响，深圳18日夜晚去到20日将会有间歇性的阵雨，最大阵风会去到6至8级。由卫星云图上面看，台风三巴和它的外围环流云系庞大，几乎覆盖了整个华南沿海。而随着20日冷空气开始影响，深圳市最低的气温将会下降去到20度左右，大家出门口要多些留意天气情况了。